你们怎么进来的？他们是宝器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找到了，走。哇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什么怪味儿？嗯，有股酸味儿。哇，这穷花们可真是太有钱了，居然有这么多宝物。这是……哎，小心有机关，找莲子小姐。 你们怎么进来的？他们是宝器。哎呀，误会，误会。清源派的慕白真人，我琼花门的宝库可不是人人都能进的。二位在此，是否应该给个交代？掌门，所有物品都在，唯独丢失了一箱黄金。哼，原来你们闯宝库就是为了偷黄金！你别血口喷人啊！ 一箱黄金的丢失，难不成我们还能藏在身上吗？再说了，我们明明是来参加姻缘大会的，你怎么能翻脸不认人？苏掌门，我以清源派的名义发誓，金子真的不是我们偷的，给我们一天时间，若抓不到窃贼，我们任凭处置。不行，你们既然已经擅闯宝库了，就代表你们有偷盗之心。 如果再给你们时间，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乱子。好了，曼茜说的也有道理。但我琼花门绝不是仗势欺人之辈，就给你们二人一天的时间，查明真相，自证清白。同时要好好的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出现在我琼花门的宝库当中，否则的话，休怪苏某不客气。这还差不多。多谢苏掌门。可是掌门，曼茜，此次宝库失窃，你作为看守人难逃重责，念在你过去恪尽职守的份上，罚你思过三人。 如有下次，定不轻饶。是。两位请，如意。请。